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09年，109年1月9号七堵站，七堵站17:21出发的是4218次，经由宜兰县开往丰乐，用515将用511区间车及253次，从三线开往嘉义，用83089个小圈子。我们赶快来看，我的光华号进场站。刚刚直接进场进库了，库线。今天拍的够了吧？终于人生拍到光华号，能够拍那么开心，就数今天。4118次将沿线靠丰乐1N U 515将用51圈的，在汽油站刚是下站八度站。光华有看到了吧？光华在那边。哎，要不要回去加油？拜光华，拜铁仔。明亮白铁8714，今日活动任务圆满成功。哇，还有这样放的双路，真期待今年的。因为我就百姓进那个加入了，有心就有救嘛。然后昨天这一段就是被跑掉了。进站，等一个刚刚那个相片跟班长，你们都掉我们大局观，班长好，拜拜。4118次，驶进八堵站停靠，经由沿线看风的1515将有51圈了。等一个支持就拿，再见。